我先进去，过一会儿不处理你再进啊。过多会儿啊，哥。二哥，二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跟里边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小狗不是他弄的。为什么？姓柳的是个女的。女的？钱出不了岔子。到南边本来说扣一成，现在扣九个。我们那六个补上不要了。不是。你补啊？我偷的人我补。里边有几个人？就俩女的。这就俩个女的？那跟他们自扭呢？大哥，带人进去，逮什么他把什么抄了，人精抓监狱里边去。我回去跟上头就汇报说抓了共产党了。天儿，里边家属进条没有？二哥，不是，怎么茬啊？大哥，您给句准话。他们啥意思啊？想打劫吧？干嘛呀？不是告诉三十一军了吗？我怕没那么快。喂。人接到了，出了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见面说吧。你没事吧？行不行啊？人来都来了，抄也就抄了。到时候兄弟们人手一个小黄鱼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行吗？二哥，我是来问事儿的。你问你的事儿啊？人关监狱里，你着点问啊？活该！谁来找咱哥仨的？大哥，肯定跟里边已经说岔了。现在就扣两成，到南边兴许一根都不剩了。抄了吧。好嘞。怎么回事？真不是我叫的呀！散了，赶紧散了。去他，我们去他。别动，动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兄弟，自己人。谁恨你自己？对呀。蹲下！蹲下！一帮粗人！萍萍，来了。咱们一会儿出门。哎，枪收起来，用不上。好，回头找人把巷子收拾收拾，打得乱七糟的。哦，收拾去啊！这就出门。哦。Thank you.
粥凉了，我给你热热。我是不是该死了？我还是热热吧。让他跟徐天走就好了，起码人活着。昨儿我在隔壁听着小朵跟我哥说，说是要跟徐天留在北平不走，怎么又跟你说要走呢？小朵不走，今夜怎么说？肯定是不高兴啊。他说什么了？就是那些片儿汤话。你猜谁杀的小朵？小红袄啊。在这陪你睡啊，
这屋里一直就是你们娘俩，我在这陪你缓一阵吧，姐啊。我不睡这儿也没事儿，你要有什么事儿，你就随时去敲我那屋门啊。马爷子。姐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渗人。小红袄是谁？世道变了，老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现今的北平哪哪都爬着龙。对不住大哥哥，小朵是我的事儿，把你们给连累了。连累都连累了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天儿，天儿，哎，怎么茬儿呢这？这肯定是一天没吃。吃了，小朵那是手抓羊肉。不是，坐会儿行吗？也就坐一会儿，这宫里的这大石板地，时间长了，比冰块还凉呢。先坐下吧。啊，坐一会儿。先坐坐坐坐坐，慢点。大哥，您干嘛去？啊？我得弄点吃的。这犯人也得给神儿啊，我跟他们聊聊。兄弟，好几里地全是你们人，跑不了，跟你们长官说几句话行吗？嗯，哎，谁抓的？当兵的。共产党进城了，国军，两卡车正规军呢。国军，你警察狱长，保密局不是他们自己人吗？是啊，我估摸着金爷和天哥是遇上高人了，赶紧找人捞啊！找谁呀？那向来出了事儿，先找天哥，然后找金爷，最不济找二哥。现在他们仨全给逮了。英三儿，犯的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天哥上人院里去了一趟，金爷和二哥连人门都没摸着。给吃的了，有火啊？怎么说的？不搭理我。一会儿我去跟他们说，有事一人扛，不连累大哥二哥。这帮人都是当兵的，话都记得绝。你们正经给党国当差，说得行。你不是给党国当差的？没觉着，我就一小警察，我给白纸坊一片当差。不白痴了。哎，咱们自己先把事儿想到最坏，然后再找辙，怎么这么出去？跑无所谓，大不了保密局不干了。看我干嘛呀？不是您别这么着啊，天地良心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出来五个兄弟，折了仨，回去那俩指不定怎么报告的。今儿一大早上上前门火车站逮仨共产党，我差点让一女共产党给我弄死，屁好没捞着，处长差点把我给毙了。背，背字全让我走了，够吗？但凡今儿要是能出去，
那保密局这局那局的，老子全部伺候了。天儿，咱是兄弟，别说这么连累不连累的。小朵死的冤，他人走了，事儿怎么也得过去。这年头，自个儿能活着都不容易。你找他们满坑满谷当兵的，都是奔着死去的。看什么呀？有本事把我们哥仨办了！你怎么来的？人力车呀。没人发现，不是你说出问题了吗？要是有人发现的话，我也是来修表的。给。没有人这么晚了还来修表。最多说我是你相好呗。出什么问题了？田丹下车之后给了我一只暖水袋，他怕我冷，在车上给我灌了热水，给我暖手。已经冰凉了。我是保密局在共产党的卧底。北平保不住，了干净手头的事儿。我跟尚峰说，我们一起去南边。然后呢？恢复身份。总不能一辈子当共党卧底吧？也当不下去了。田丹被剿总带进了京师监狱，很快就会知道我是什么人。只要他愿意，没有什么能瞒住他。你没杀他呀？当时来不及了。我找人杀。京师监狱归剿总管，田怀忠和他是来和沈世昌和谈的，沈世昌肯定会保，说不定也保不住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在北平还有多少？不知道，我只负责给你传话。我讨厌现在这样的局势，更讨厌像沈世昌这样跟共产党和谈的人。如果没有沈世昌，我不用做现在的事情。沈世昌才应该杀。如果你不想干了，以后我们找个地方。我赚了很多钱。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人。局势这么乱，还能南北倒金条，而且共产党来和谈的行踪这么清楚。你只要明白，在这个世道，还有个人最后能把你当回事儿就行。其他的还吃吗？不吃的话，我留着明天早上吃。今天有三个人过来换金条的，差点把我给抢了。我已经让三十一军的人给轰走了。三个人的大哥是第一监狱的，他们有46根金条在我这儿。田丹，你舍不得杀。让金海杀应该问题不大。金海，平平查的，京师监狱狱长。另外两个，一个叫铁林，保密局北平站的，还有一个是警察。杀田怀忠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北平站二处的人看见了，就叫铁林。这么巧。我让二处安排明天见他。
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，不闷吗？别想田丹了。不想。我还不知道你。车呢？您吩咐找冯先生不带车。人力车。啊，往外走走兴许有。那前头走呀。嗯，好嘞。宵禁了，二位打算去哪儿？宵禁也禁不着咱们，赶紧跟三十一军说一声，那儿有电话。回去打吧，冷。回去我怕已经把他们枪毙了。谁啊？下午打劫咱们那三兄弟，放他们走。好。看什么看啊？帘子放下来。那姓柳的多大岁数？老大。铁铁，咱们得赶紧走，弄不好今儿晚上稀里糊涂咱就折这儿了，赶紧得走。明天我去找那姓柳的认怂，不就是钱吗？那六个月押金也不够，住是够两金月换钱，我进去怎么着也够了。凭什么你补啊？我二嫂也不答应。这换钱的线是我拖的，这货也是我招的，该我。但南边我不去了，我逮着杀小左的人，这辈子我跟着死磕。先把今晚熬过去再说。哎，盯着咱们的士兵也走了，馒头也给了，是不是给口了？咱们现在站起来试试，走几步。哎，我走午门，你走南池子天，你走天安门啊。啊？我走午门吧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。我先走啊，你们看着点。走吧，看着呢。天儿，干嘛呢？别这耗子，有几个？你咋一个人？严生。
天桥杀了个人，故意的吧？是不是郝丽？你让他洗鼻那招了？芋头金孩喜欢我妹妹。你妹为什么没把你弄出去啊？我出去了，我妹妹就不搭理金孩了。我不能咳嗽了，明天从肚子疼满地打滚，一直滚到门开开。大哥，出不去，这外头好几道门呢。是塑料素质啊，把门滚开，弄死这个狗本儿，滚不开。我这船就在你肚子抠下来，想造反去了。吃点。绕道去了一趟稻香村，特意把门给撬回买的。你们仨合计了吗？什么？谁杀的小朵？合计了，明儿起就逮。你走吧。我陪陪你。放心，以前活着没盼头，现在反倒有了。我得看见谁替小朵找出小红袄来。我还是坐会儿，回去也睡不着。你手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手刚伤了。早上就见你裹着。早上？院里还烧东西。这几天这日子正常。以后别来了。为什么？别扭。要不这样，找合适的日子，我送八清出来。我恨自己不争气，提着心忍着气，日子还是越过越薄。阿青，你看着吧。一定要这么说话吗？就剩我一人了，干嘛还搂着？
浪费。那这不能少说两句废话吗？老子们担惊受怕一天呢。把抽烟上外头抽去。抽什么定了？你能定什么呀？不干了，八根金条，咱俩到南方好好过日子去。到南方不是也当差吗？不用干了。你要是连保利局这差事都没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是，连徐天都不如。不是我怎么就不如他了呢？徐天好歹还是个警察，你是个啥？我今天杀了一官了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两刀，熟人。上峰有奖赏啊！说明天一早让上午门等着。干嘛去啊？我这刚从那儿回来，行动啊。又行动？你怎么跟我没行动呢？贾朵死了，让人给捅死的。不是你捅死的吧？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哎，你刚说什么？小朵死了？天儿，天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不教训我。哎，燕三呢？等啊，菜都凉了吧？我给热去。不用不用，先差不多。酒不喝，会惹脑子糊涂，我得清楚。燕三说，你们哥仨被当兵的带走了。天儿，没事吧？没人遇到，我去给人赔不是。人家能消火吗？爸，咱家这院儿，我要抵出去，您别怪我。怎么了？我能对不起大哥二哥？那是，一日兄弟一生兄弟，只要你人没事儿，怎么都行。你上午在司法处说的话，我都听进去了。您救我这么个儿子，我得好好的。小朵，别说小朵，你们谁都别说，人都死了。爸，您躺平了睡，我回屋了。爸，咱家房契在哪儿？在你屋呢。
完事儿了？我说一大早上这么冷，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这公干呢。我没跟着你啊，我坐车里呢。吃口热乎的去。出门中药喝了吗？喝了呀。喝没喝？没喝呀。正好，一会儿完事儿了，带你到同仁堂找涂大夫再看看。我之前喝那些呢，白喝了。你想起如是一出又开心方子。徐天说。不是，那怎么着？徐天说的话是圣旨是吗？说的在理儿啊。哪儿去？公干去。公什么干？一大早人没几个。吃口早点不行吗？看大夫得空腹。做鬼我也不做饿死鬼。你甭跟我说那不吉利的。爷，要点什么？下面堵这儿，撒酒圈。好嘞，马上来。电马车里女的是谁呀、啊？你一大早约，约我？是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别老装大尾巴狼行吗？国防部二厅保密局，冯清波。不是，那神神叨叨干嘛呀？有什么话不能上处里说吗？现在北平鱼龙混杂，分不清谁是党部的人，谁是共党的人。剿总、保密局、清剿团，哪里都一样，所以小心一点好。那你找我干嘛呀？昨天在北平车站，田怀忠没死透，我看见你蹲下去，听见他说什么了。记性这么差，昨事儿多呀。难怪一直当小喽啰。说还有第二波人要来，杀了他也没用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事，你别耽误我喝豆汁儿行吗？还有人要来？对啊。听明白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下一回把人杀透了，把话问明白了，别老把刀往我这种小喽啰手里塞。怎么真吃上了？不让你空腹吗？这谁啊？等会儿问问涂大夫，有没有壮阳又壮胆的药？你胆儿还不够大呀？昨儿白道一进，红道一出，不是刚杀完人吗？我跟你说我杀人了吗？合着不是你杀的啊？那更好，光壮阳就行了。一件事情，现在是最好的天气，深月太阳里我不用找你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你怎么走的？我记得我把姓名交到你手。不高兴。
我们不是陌生人吧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